还找另外的。办公室。好，你说去留一下。他可能忘记了。他要去去跟我去。去跟我去，最好快。快。看我。到了我这，你他要去走。套餐上广告购物啊，来套餐上面写了几千块，一千块，几千块收钱，一千块，套餐上面写几千块，一千块，几千块，一千块，套餐上面写几千块，一千块，几千块上面一千块，几千块，再给我几千，再给我几千块，一千块上面写多少里的，再给我里个几千块，几千块上面写一千块，几千上面写搁少一个嘛，又少一个嘛，再给我几千块嘛，再给我里。一千块，哪么钱？我一千块，千块够哪么啊？三块，这些我绝对要听我出去，我给了。我卖啰嗦啊，你卖一千啊，哈、哦！今仔我紧啊，速速解决了，那再个送你，再个你，一千块一个跳出，大娘，这电话来了，这电话来，这电话来，来一千块一个跳出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够哪么钱？一千块。够不那么久啊？三个饼是一千五啊，一千块上面就是收收钱去嘛，一千五。好起来。你若给钱，我再来搁送你啊！你若给出来，免惊啊，还包括一千五。咱这个春节一千上面就，多少个无？我。来五百了，两个人买买了，小家庭买五百，没有了五百块。土堆里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拢无啊出声。土堆里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有买土堆的手举起。来三百块对吧？三百块有买来三百，三百块哇，三百块哇。这六地块你啊，我平平啊，莫搁谈。来三百上面吃，包括全部拢我哩啊。哎呀，莫搁其他看一下啊。今仔日今仔附近者一定较无人的，凊彩的。过来，你要点啥？你点毛病？喂，鸡啊！鸡啊，先来，都拍来讲鸡啊。啊？鸡啊，都偌济拢来啊？够偌济？后壁，都拍来后壁，就剩这边。要吃鸡啊，土鸡啊，大只啊，用我小佬啊，汤头炖啊，点先最后先吃啊，一瓶三个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这门个高路啊吧，两百，这门个高路啊吧，你这鸡啊都一两百啊，两百两百，再叫你，我叫你先收钱，你先存过来等下，我走。计钱的收下来，你收四个啊？头前那个收单，你看见无？你包那个两百，那个两百收单，左边跟后边嘞，后边，后边，你看见无？我要买。好不？无啊，其他啥拢无啊？我买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买了什么？您讲了要吃港式凤爪，这组好吃啊！这用我小罗啊，这一包百三两包鱼啊啦，唔免招三包，唔免招鱼啊，有两包了。七百多上，七百多啦。来港式凤爪最后一个上面没有。不要啦，不要凤爪。哦，你买啊？港式凤爪最后一个两包，我上面吃，把我别吃定。最后一个要不要到小小部啊？春天那白团应该不是外外团，你帮我摸摸嘛。来港式凤爪一百块试试看看，七百块了。一百块的话，十八块块要去吃。四包总比一包了。再讲有条四包进来，行不？老板，牛筋。牛筋客个。你小心点，我袂着。喂喂喂喂喂！啊，这你啉什么干啊？感觉真好啉啊！你啉啥？
你里面什么？四块钱哦。这啊，鱿鱼礼拜大娘，我小了多只，这我出一只330，两只四块钱，我六百蚊，500、300了，得嘞，这包够上你了，一个包同300块中元，300块包回。来，鱿鱼礼拜全够要吃哦，3包，2包回。这啊，这两包你不买，两个四只100了啊，没有了，100块，包回你啊，两个啊，收钱，收钱。有啊。杀你没了了啊！你也做毛嘅，最后一箱啊！啊，这麻辣牛筋啊，你爱食买买食，我保证你一定来找我啊！这一包鸡啊，可能包500，免500、300了。一包够上你300，一包够来300，一包够来先给钱，一包够你300。啊，300够要食麻辣牛筋的嘛？这要求好食啊！要求大变一个300啊，来500、600啊，300了。啊，300够要食牛筋的嘛？这只要你真正好老家你当，爱食遐买一家你调。300块了，300块，300够我招一个了哦。麻辣牛筋300块，再一个客人。来牛筋300够一个人加无？牛筋300块，300块，300。100楼来试吃看卖100块楼，密码买牛筋来吃。第二个就较好伊啦，100个要吃100块，包起来。100个要吃100块，100个人要吃，真正腰最好吃，我的牛筋你吃一下，你会掉嘴。100个要爱无？拢有啊，这些手艺，啊，加，啊，你拢要爱啊？来攞去吧。好，再来。来，结果。我收掉。6包、3包、7包，来送500了，送你6包，500了。来过来要吃啥？鲑鱼先来，鲑鱼今麦换大袋啊，无小袋啊，今麦拢改大袋啊。好，来鲑鱼要吃来开500了，大袋啊，这咪小袋啊，无阁卖小袋啊，今麦拢大袋啊。还有大袋无？水无？水无？大袋啊，红气气的啦。我鲑鱼干来卖一斤尔，我无卖第二斤啊吼，拢干一斤尔啦吼。啊，我咧大细地价安尼尔，啊细地即摆促销即摆拢无啊，五地总计来500了，几个？1000个啊？无几块啊？即种旧的啊，旧切的啊，500了，来500块，三个嘛，最后一个500，上面有几个？来遮，哪有几个？来试试。来赔钱啊？过来要搁食啥？你讲要卖，哪卖快卖？哎呀，我随个面，客家，我后面三客家无，阿姨讲要食迄个，系啊，你个面情红红的啊，即摆拢过来卖红的咯，拢卖红的，即摆拢卖红色的物件。来，上面食这配面两档食啊，寿司手卷猪汤米花粿叉菜，现在你一包鱼啊，我两包500，300卖你，一包够送你，一包够来300了，来300块，300块要食4包，我一包卖你75了，300块了，加货卖了，300块要食无？300块。300块，300，来150块试吃看嘛，150了啊，百五，你徛的人永远拢吃嘞，拢没有改变嘞，那边150，150，徛的人拢吃嘞，没有改变嘞，懂懂？站的人都是这样，没有改变哦。来说，我来要吃牛排无？这红烧牛奶肠，我小真正饭饺面一排，你几啊条？一包猪肉你看偌济？35加35偌济？100。来，我招3个人坐呗，招4个人坐头呗，招5个人坐头呗。200总钱免700，300了，一包搁送你啊，一包搁你啊，包包贵啊，300块加送啊，300搁一个啊，300块了啊，好吃，包贵啊，全世界真济啊，300加送个，红烧牛腩300块啊，后壁拢无啊，纯羊肉尔，后壁啊，四个人个你唔好买100块试吃看卖无啊，100块，牛肉当个猛食，100块了，100块，100了啊，没有了，100块，最后两个100块。好了，你讲了要吃鸭几只系无？啊，像你包起来我卖掉，你个卖一包去啊？最后一包100啥物买啦？拜托个啦，无啊啦。剩了一包了，我剩10包了，甭卖啊！剩了一包，拜托你啊！哦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啊，帅哥。有人要吃干贝无？干贝有人要吃无？我要五阿姨干贝。好啦，你讲他要五阿姨，你有吗？有吧？我无注意听着，你麻烦一下，麻烦有吧？你喊我阿姨吧。今仔应该是。先看麦，帮我先看麦啊！迄刷脸莫留个。今仔无我，歹势。这香鱼吧，真正今仔无。
三届啊。我搁帮你 check 一下，看有无。你信用皮吗？来现场有人家要检查无？你点我袂好无？确定了无？今仔日黄鱼、乌江、香鱼、红沙、鲈鱼、乌鸡，啊，来，过来要食啥？有要检查的无？飞机员袂了无啊？搁有要来啥的无？飞机员出差了袂了，好啦。我咧上班嘛，七早八早袂了。走吧，谢谢你。哎、欸，我起来来看嘛。来干杯，有人要吃无？干杯啊！从我背包起来啦，四百了啊，免一千啊啦，四百我起来无人啊，我卖四百了啊。起来父亲节，等你父亲节，父亲节，迄、那个 FB 迄个恁敢有看？父亲节吃两个，父亲节，看你们笑，看伊只有够好笑的。四百好买来无？哦，伊个真正好笑。那最后一包两百上面无啊？干杯，结束啊！干杯啊，无啊，哈，来。哎，啊潘帅，脚骨无爱脚骨真久，哎、欸，你起鱼翅鸡人就上爱食，你袂记得啊？嘿啊，起起两箱就一个人，我袂食。哎、欸，要崩溃啊嘞！哦，那时间咧，今仔真正照你个忙忙达成哦，一箱起起，腿白起起，迄拢起咧就处理啊，腿白足久无买啊，腿白起起。这拢无啊！你想加钱的先啊，一瓶一个就好啊。你想这安尼有啊？这若无物件，客起你还是随呛声。你无呛声，你钱收了，你规个你又搁退人钱，搁在遐乱。来，这腿白加腿哦，两百了啊，无贵嘞，两百块。一支两百，两支两百，三支四支来五支两百，六支来七支哦，你来，你先加钱啊，这三支哦，你十支加腿总计无贵嘞，两百块包过。来，多少钱？八个。我鱼塘上面拢同款啊，当当四啊五六啊，